眼见到了这个大胖小子。只见宝宝皮肤光滑，黑发浓密，肉嘟嘟的小脸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。苦笑巧容介绍，今天上午8:30，一名孕妇在家人的陪伴下来到了市妇幼保健院。该孕妇产前体重达107公斤，起来声音很洪亮。据护士长，明显感受就是比原来，比如怀女儿的时候笨，再一个肚子